台湾天后蔡依林对于粉丝们敲碗的新专辑迟迟都还未有消息，不过这期间却不断有好消息曝光。先前曾因玫瑰少年登上日本最强音乐频道 The First to Take， 更快速的冲上发烧第一。19日晚间他二度登上该频道演唱新单曲亲爱的对象。这次特别以钢琴重新编曲， Jolin 表示很像在耳边跟一个亲爱的人呢喃耳语的感觉。他也说到这次二度演出让他有种好像演唱会上自己要登台的感觉，更直呼我好像非常非常清楚的听到我的心跳声。对于这次演出他也喊话粉丝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